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sephine， 来自于幸福爱月子中心的创办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nie， 来自于幸福月子中心的创办人。很惊喜，在线上的母婴平台让我们大开眼界，让我们知道呢，原来是在线上可以有另外一个的出路与模式。So Kobe Daddy 呢，基本是马来西亚呢，算是家喻户晓的，很多人都知道的线上母婴平台。所以我们这次很荣幸可以和主办方合作，希望借助于这个平台，让我们传统月子的经营模式和理念可以搬上去线上，和各位爸爸妈妈更加比较多的分享和知道我们的理念。